盛夏时节，位于西南地区的贵州省满目苍翠，进入了一年之中最养眼的时候。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全的地区之一，山地与丘陵占据全省90%以上的面积，而在山与山之间，就是贵州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数千条河流。位于贵州安顺镇宁县境内的打邦河流域白水河段，50000年前历经一系列地质运动后，意外孕育出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。黄果树瀑布高77.8米，宽101米，河水从巨大的断崖顶端轰然而下，凌空坠入17米深的犀牛潭中，激起的血沫烟雾高达数百米，使其周围经常处于纷飞的细雨之中。夏季的黄果树瀑布最为多彩，每到下午，斜阳映照在水雾上，彩虹变成了大瀑布的最佳搭档。怪不得古人在大瀑布前留下对联曰：“白水如棉，不用公坛花自散；红霞似锦，何须梭织天生成。”黄果树瀑布并不孤单，周边450平方公里区域内，分布着雄、奇、险、秀，风格各异的大小18个地面和地下瀑布，它们和黄果树瀑布一起，形成一个庞大典型的岩溶瀑布家族。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的陡坡塘瀑布，瀑顶宽105米，高21米。瀑布顶上是一个面积达1.5万平方米的巨大溶潭，瀑布水层则沿着和缓的瀑面，如鱼鳞般在100多米长的钙化滩面上洒开，阳光下犹如一层薄薄的面纱。经典电视剧1986版《西游记》片尾曲的开始镜头，就是唐僧师徒四人从陡坡塘瀑布上走过。银链坠潭瀑布则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，这是个典型的落水洞瀑布，上面呈漏斗形，底部是槽状溶潭，溶潭沿面隆起的钙化滩像一张张交错搭连的莲叶，河水在每一张叶面上铺洒成条条银链，清音叮当，纵情流淌。有河的地方就有桥，在白水河上游4公里的霸凌河大峡谷中，有一座世界级桥梁霸凌河大桥。极致环境成就极致景色，雄峻的霸凌河大桥背后掩映着黄果树瀑布群的最高个滴水潭瀑布。滴水潭瀑布总落差约400米，是黄果树瀑布落差的6倍。夏季的滴水潭瀑布正式进入丰水期，巨大的落差进而形成了3层奇景，最高一层波涌连天，中间数层翻空涌雪，最下一层震荡群山。夏季的贵州瀑布不但多姿，更是多彩。位于贵州北部长江流域赤水河畔的赤水市，这里的丹霞地貌是世界自然遗产，这里的赤水大瀑布则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。赤水大瀑布高76米，宽80米，仿佛是黄果树瀑布的孪生兄弟，但有了红色丹霞与绿色植被的映衬，它的水更多了一分透彻与灵动。在贵州，瀑布何止千百，夏日纳凉，站在贵州的瀑布旁边无疑是最佳选择。清风徐来，清凉的水雾飘洒过来，阵阵凉意沁人心脾。